好，来，那些说不信希腊被偷改的人，我们来一起试试看。希腊，刚才观众提醒我说他被改了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试个基本好了，交两组三颗直行，之前是会天降连在一起的，而且只要一直行天降三 combo， 你给我讲这没有改。那我之前玩的希腊是假的哦，还是现在玩的希腊这个才是正色？再来一次，刚刚好啦，就算是我衰啊，我脸黑好，反正今天抽那卡已经黑到歪掉了。再一次，天降水强化珠什么意思？你当我水希腊哦？我是梦希腊。好，那你可能就又要贼我了。哎，你不是，你消那么少 combo， 你不知道我希腊是要消三 combo 以上才有天降的吗？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三组哦。之前这样子消一消就会天降的不要不要的咯，至少十 combo 好不好？我们不求多。哎呦，天降水强化珠，我不要创一下。哎，有十 combo 了，但仅仅也才十一康。好，这时候你可能又要嘴了，哪来那么多话？哎，那是你没消整版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消整版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好吧？来呀，我消整版啊，来看多少天降啊？之前消整版大概落在15康左右。哎，消整版好像有点正常哦。哎，好像又不正常了，不对，超不正常的，它会天降水强化珠哎。好多天降，你看这个还天降的，我觉得他这个 bug， 我觉得他的天降的，我大胆推测他天降的机制是没有改，他可能是把某一个队伍技能额外的天降，把它变成是水强化珠了，因为原本该天降的木强化珠都变成水强化珠了，所以才会导致天降不足的问题，我猜是这样啊，不然。真不可以这样啊！你看，都像是怪怪的。哦，我回血也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没发现啊。不然我们来看一下，回血也不见了，是不是？照来讲，消神族主要回血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也不见了、欸。难道这才是真色？然后我们测试这个的当下，神魔之塔还没有发任何的公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聊天室，对不对？对的，打一个四。对吧？啊，我音乐没了，我播一下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最后一样东西，切墙最准，是吧？哈，不是我误会他了哈，好，没误会哈，切墙一下，依照我这个手转实力，秒切墙 ，OK 吧？哎，差一颗，算了，反正之前，哎，不对，好，这算我失误 ，NG。别这样，反正他现在天降很少，所以不用等太多。哎，这算是上修吗？啊，我懂了啦！哦，我耳鸣，我懂了啦！神魔之塔被骂怕了。之前的西亚大家都在嘴，他说：“哦，天降太多了，有空的人是很闲的人才会玩希腊。”他现在这改动就是让我们天降减少了。佛心改动，原来他们也想让游戏更好，我看出来了，鬼才信你。怎么看都像是 bug。 我要来隔墙了，希望可以隔成功。好啦，这有隔到，对不对？之前这样至少也会有30 combo 吧，没意外。右边的三小，哇，我们已经带了那个希腊神啊，不，我们已经带了西游神了，那会增加天降、欸、可怜了、啊，连三十康都没有，更别说之前还有70康的天降，什么鬼？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能是我刚刚隔墙比较衰啦，隔墙比较衰，对吧？可能是这样。
我觉得我抓到凶手了，凶手就是那个水强化猪啦。啊，其他的希腊嘞？你看那，这假的啊，假希腊，怎么这天降中间还混了其他强化猪？到底是三小啊？然后伤害多少？你看两亿，还可以耶，伤害还可以，而且我没有开铁扇，伤害怎么好像还可以？我觉得还不错呢。到底为什么要掉包啊？不是很懂哎。好啊，就这样帮大家测试完啦。其他的属性我想应该不用实测啊，你们自己去玩，一定是一样的结果。好啦，反正这影片就跟官方讲，还有一个 bug 在这边，要快点修。